唔该晒五甲班嘅杨维嘉同学用小提琴帮我哋拉奏圆舞曲。系啦，而下一次嘅新手试练场咧，我哋会有钢琴表演嘅噃。而家咧就睇睇我哋嘅阅读精英龙虎榜嘅时候啦。第十位就系三甲班嘅张善庭，跟住咧有二月班嘅李秀芳，仲有四甲班嘅何嘉丽，同埋六甲班嘅郭伟明，佢都读咗30本书以上噶。然后第六位就系二丙班嘅方家聪，跟住系六月班嘅廖可怡，三甲班嘅陈文礼，佢哋都读咗超过35本书噶。跟住咧就系第三位，第三位五丙班嘅许炳康，炳康你都读咗42本书噶。而第二名咧就系五月班嘅莫丽祥，读咗48本书啊。叮叮叮叮，第一位咧就系四月班嘅黄俊杰啊。我一共系读咗52本书噶。最新嘅阅读精英龙虎榜揭晓过啦，咁全学年嘅排名又会系点咧？咁仲要计埋五六月嘅结果先至知啦。不过大家同学咧要继续努力喎。炳康啊，不如同大家讲下，下次我哋会介绍啲乜嘢，好冇？好啊，下次我哋会介绍下学校嘅网页，我仲会访问下啲同学，由佢哋嚟讲下佢哋中意上学校网页嘅边一个部分。嗯。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点啊，炳康？做咗几次节目之后觉得点啊？初初咧就有啲紧张，不过而家习惯咗之后就唔紧张啦。其实多啲参加课外活动咧，增加自己嘅经验啊，经验多咗咯，咁自信心自然会提高啦，系咪？嗯。好啦，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嘅同学读咗52本书，就用5个图形嚟到表示啦。排第二位嘅同学读咗48本书，应该用少啲图形嚟到表示噶。点解都系用5个图形嘅？你唔清楚点解我用图形表示书本嘅数？话俾数学室啦，得话俾你听好唔好？好啊。炳康啊，嗯，这个、呢一个咧。就是排名表啦，头先我咧就象形图，佢就按照呢个排名表做出嚟噶啦。象形图啊，我学过，我仲记得图里面呢条叫做横轴，呢条叫做中轴，呢、这个就系象形图嘅标题，里面嘅图形系表示统计到嘅数目嘅，数目大啲。就用多啲图形表示，数目细啲就用少啲图形表示。不过第一名嗰位同学读过52本书，都系得5个图形，以前唔系咁噶噃。咁你系咪话要有52个图形先啱？又唔得喎，咁个象形图咪好大？咪系咯，数图形都有排数啊。所以而家书本多，就唔好用1个图形去代表1本书。好似呢度咁啊，用1个图形代表10本书，52本书，大约系50本。用5个图形就可以表示到啦。第二位同学睇咗48本书，又系大约50本，所以呢位同学嘅读书数目咪一样用5个图形嚟表示咯。52睇成50，48又睇成50，咁即系将个位数字四舍五入，攞近似值到10位。哦，原来系咁，所以42就攞近似值40。38、36、35都是攞近似值40，而34、33、32和31就攞近似值30啦。冇错啦，呢种攞近似值到10位嘅做法咧，又叫做凑整到10位。各位同学，又到咗校园电视。
视台的直播时间了。冯 Sir，我们今次是介绍学校的网页。是啊，炳康啊，你平时有没有浏览学校的网页的？当然有啦。嗯，浏览些什么先？我最常浏览的就是阅读天地啦。因为这部分除了有各科有用的网址之外，还可以连去教育城的图书馆，看到新书介绍，同埋阅读电子书添。哇，原来炳康除了去图书馆借书之外，还懂得上网阅读的，果然是阅读精英啊。冯 Sir， 那你又喜欢看什么内容的？我不用说啦，当然是校园电视啦。我喜欢电影的，在校园电视就可以看到同学拍的电影，都挺有趣啊。你看他们的配音和道具挺有文路的。我们就讲了，不知道其他同学又怎样呢？不如看看我做的访问啦。现在我们就来到电脑室了，等我看看访问哪个同学先。这位同学，我想访问一下你呢，你喜欢浏览学校网页的哪一个部分呢？我最喜欢浏览学科园地，因为可以知道各科的活动，还学到有趣的课外知识添，譬如数学得迷就很有趣了。嗯，既然这么有趣，那你可不可以讲其中一个得迷听下？譬如傍晚减早晨等于一，你估不估到是什么成语啊？就是朝三暮四嘛，朝头早是三，傍晚是四，四减三等于一，那就是傍晚减早晨等于一咯。啊，都挺有趣的哦。哎，那其他同学又怎样啊？继续看下去啦。这位同学啊，我想问下你呢，你喜欢浏览学校网页的哪一部分啊？我喜欢画画，所以我喜欢看少少画廊的。嗯，因为可以看到同学手画的画和美术设计，很值得我们欣赏的。这位同学，我想访问一下你呢，你喜欢浏览我们学校网页的哪一个部分呢？我喜欢看关于环保教育的部分，因为可以学到很多环保知识，还有知道多些关于环保的活动。如果大家都注意环保，学校的环境清洁一点，我们读书都会读得开心一点啦。原来大家都有不同的喜好的，那究竟学校的网页呢，哪部分是最多同学看的呢？大家一定很想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在网上设计了一份调查表，大家 click 入去，最多点击四个最常浏览的部分，再按提交，我们就会收到你们的选择的了。原来这么方便啊，大家一定要踊跃支持啊。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炳康啊，调查结果呢就刚刚整理好出来了。不如你帮我手做个统计图啊。好啊。咦，怎么啲数字咁大嘅？最大个数系四百几。如果好似上次咁，用一个图形代表十，咦，咪要四十几个图形至九，太多啦。咁即系话一个图形代表十都系唔适当啦。咁你话啦，一个图形应该代表几多先啱啊？我说一个图形代表一百字啊，这样的话用四个图形就可以代表四百咯。没错啦，就是这样做啦，继续做下去。先将啲统计数字攞近似值到八位，即是十位数字要四舍五入，那第一个数就变做四百，第二个数就变做二百，第三个数四百，
第四个数三百，第五个数三百，第六个数，咦，咪变做零？第七个数又系零，第八个数都系零喎。如果将个图画出嚟，呢三部分咪冇晒嘢咯。其实呢三部分都有人格，人数少啲啫嘛。点做先好啲呢？啊，有办法！各位同学，咁上一次咧，我哋就可以调查一下同学最常浏览嘅学校网页喎。而家有结果啦，系咪啊，炳康？嗯，所以咧，今日我哋就特别邀请咗唔同年级嘅同学嚟到图书馆呢度，就调查结果发表下意见同埋提出问题。今次调查反应热烈，总共有531位同学交咗调查表，真系要好多谢大家踊跃嘅支持啊！为咗容易啲睇，我将啲调查结果制成咗呢一个象形图，而喺图里面一个图形就代表100人。由象形图可以睇到，阅读天地同埋学科原地系最多同学经常浏览嘅，大约有400人。嗯，而小小画廊同埋环保教育都好多同学经常浏览，大约有300人啦。而我哋校园电视经常浏览嘅同学都唔少噶，大约有200人。至于其他部分，就比较少同学经常浏览啦，大约得100人啫。我想问，阅读天地同埋学科原地都有四个图形，咁系咪表示佢哋嘅人数都系400啊？唔系，400只系一个约数。如果讲到准确人数，学科原地就会稍微多啲，有432人，而阅读天地咧就有385人。图里面其他嗰部分系咪由几样嘢夹埋噶？点解你唔分开佢呢？其他嗰部分里面就包括呢三种内容，不过佢哋嘅人数都好少，每样大约系30几人啦。四舍五入之后就全部变做零，咁样睇上嚟，咪好似呢三个部分都冇人浏览咁咯。为咗避免咁嘅误会，我就将佢哋三个部分夹埋一齐，佢哋嘅总人数就会变成96，咁咧就可以用一个图形嚟到代表啦。嗯，各位同学，仲有冇其他问题啊？有冇咧？我哋要俾啲掌声炳康喎。多谢晒。好似做得好好啊！咁另外其他同学咧都要继续咧多啲浏览学校嘅网页，知唔知啊？知道。炳康啊！剛才你答問題答得幾好喎、可能呢排對象形圖嘅認識增加咗，所以講起上嚟就有信心咯。不過原來我哋校園電視嘅內容都未夠吸引，我諗真係需要改善一下。我都覺得係啊，不如約埋佢哋一齊出嚟傾偈啊。好啊。好啦。